Hello， 我现在在瓜拉格道，格道啊，格道知道啊，怎么路？哇，用我肥料多久啊？年多啊。用了会出现问题吗？没有啦，暂时是没有问题啦。没有问题啦。嗯。但是你 Facebook 看到人家打击我。哦。OK 啊。啊，这位是我格道的代理。Hello。年轻人几岁啊？17。十七岁，你爸爸看我的 Facebook 多久啊？应该两年了。两年了，有两年了。你爸爸的家里有什么肥料？你讲。有电有五千，有七百。啊？有电有五千，有七百，也多多。有零一二花果山那些很多。还有一个零，个节空全部都马来西亚。个什么？101啊。啊？空一里啊。哦，零一二用了怎样？OK 啊，真就是打国是吗？打国。看他的 Facebook、啊。看你的 Facebook、啊。看到很迟啊。你有骂他吗？有。看到都不会睡觉啊。两个人。他有兴趣啦。有兴趣啦。有兴趣啦。要试试看。啊。嗯。用了。哇，每天看用了两年啦。两年了咯。两年了。从莲花那边开始了。莲花啊，好来。有做苗来卖啊？有榴莲苗。哦，你有卖榴莲苗啊？那是你啊，那是你。哇，十七岁就做那是你啊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哇，三柱耶。三柱很大颗了，三车有人要吗？有用我的肥水吗？啊，有啦，喷压油电给他出那个叶子。这位年轻人十七岁，你讲你拿几个 A 啊？几个不可以讲啊，不要讲。老师讲，我的榴莲这么开花不会结果。他老师问学生什么问题，他就跟老师讲啦，要怎样怎样用啦。哦。要用什么？老师的榴莲，他讲我都有放肥。为什么不会开花，但是还是会掉果？您，你的孩子教他？老师，他老师问他啦，他就答回老师啦。你回要另外一方啊。哦，老师问你为什么开花不会结果啊？啊，我该讲应该没有答案，个威廉没回哦。真的吗？啊？学校没有这个答案。哇，那个老师是教你什么？教科学，教科学。来问不答你。啊，他的肥，他讲他的榴莲树开花，然后花又跌到完。啊，他讲肥不够啊！你叫他放什么肥？安哥一定啦，真的，我讲全盘不是笑。他们都不懂，其他人学生都不懂，他们都不懂农业，什么都农安哥一定他们也不懂。哇，私下问的啦，老师私下问。哇，你的孩子啊，可以啊？谁要我的那个 master 的苗也有啊？这边啊，还有什么？啊，帮我打广告啦！啊，你讲你的电话什么号码？你叫什么名？啊，我叫梁嘉诚。梁嘉诚。电话什么号码 ？Master 煎皮骨了啦！啊，来，三柱苗，三柱苗。还有什么？榴莲苗。榴莲苗也有，但是榴莲苗要如果要种，要早一点讲，早四个月这样子讲。不要紧，你现在先种。啊，等一下没有人要。有，我直播就有。我们这里小地方。我帮你直播就有人要了。他榴莲苗他是要。哦，来，你电话什么号码？019。啊啊。019用你的。019-940-1431。1431啊。要你卖什么苗？Master 那个山猪咯，山猪啊，还有榴莲苗土种了啦。啊，这个尖屁股，那个尖屁股的山猪啊，这边割刀是原产地。原产地，这边原产地。一个地方割刀是原产地。啊，有原产地啊，尖屁股的。尖屁股啊，不是扁扁的，是尖屁股。尖屁股的，没事，不酸的。日本山猪，他们这么叫。哎，日本山猪不是这边啊？这边，这边原产地啊，原产地啊。哇，水晶山柱原产地啊！原产地这边，以前是谁做出来的？不知道，以前火车局的那个 master 啊，他们叫 master， 时常叫 master 那个管火车的啊，那个站的站主啊，他带来这边种的哦，所以就在这边。好，你要跟他讲，哇，太了，019-940-1431。好，940-1431，来，年轻人，刚才我跟你讲这片榴莲，讲。降低死亡率，哎，小弟，我讲讲种榴莲，还有那个降低死亡率，还有那个天赋啊，他有那个有科学根据吗？我们讲科学根据，有，
对不对？怎样降低死亡率？啊，来，我再讲一下这个分享。来，各位来，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一片了，这个榴莲怎样种？下苗，怎样会降低死亡率？刚才讲过了，来，我再讲，各位听一下啊，来，年轻人，你这个榴莲呢，现在已经长不大了。榴莲记得哦，三尺以下，很怕热。如果你三尺以下，你种在棕榈树、塑胶树下面，非常好，一流，会比人家快，因为它会遮阴。三尺以下，四尺以下，两尺很怕热。OK， 但是你已经到了这个五尺了，老板，它不要长大了，因为有遮阴，这棵下掉它，这棵拿掉，最好那棵也拿掉，啊，最好那棵拿掉，啊，一棵、两棵、三棵、四棵拿掉，三个月后你来看，又在长 ，OK。因为它已经，它现在要太阳，要雨水，要光合作用。如果你这样再不下掉它呢，这棵树以后不美不健康，它直直上来，下面这个长不出，以后变成高高了哦，一个人以下，手短短，少收获，它不掉果，不是啊，没有枝干，没有那枝干伸出去啊。OK， 所以已经到了五尺。你一定要下掉它，反正你这个塑胶也没有什么价钱，这可以下掉它，下掉它。哎，年轻人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颗下掉它。你看一下，下掉它，两个星期你再来看，一个月，它下面呢，你看长出来。你这个是打什么肥水啊？打 U10 跟 U700。有单人有七百八了啊！昨天U1 跟 U 七百。OK， 昨天你有拿到我，你有拿我那个三条五对吗？每一颗跟他下一把手，一把手啊！哎，阿丢 ，Mr. 丢啊！每一颗下一把手，四条五，这个可以下过，因为他根已经过了。不要紧啊！每一颗，每一颗下小小把，四小五一把手。不然下一手的六六八八也可以。你看一下，那个艾米诺下去，奥金。啊，艾米诺四条五是？不是四条五，跟一个叫六六八八。啊，你爸爸都会背了哈。六六八八比较够力了，应该。六六八八比较够力啊？应该是啊，比较高嘛那个。成分啊，是吗？对，刚才我已经讲过了，为什么工人会跑，对吗？为什么员工会离开？角路那个把，对不对？角路要做美啊，我们讲逻辑的。卡罗啊，重要诶。卡罗一定要做好啦。啊，年轻人啊，幸好今天有来，所以啊，这颗呢下到了。榴莲在山顶上去，连得下来下面没有路啊。啊，还有，你看哦，那些年轻人，这些塑胶你下掉它，我那边都有啊，下掉它。有下掉。中间那我你看啊，你看啊，你注意看啊，你看那一颗。啊，上面啊，你看没有塑胶树，你看，是不是？啊，比较阔。你看这个，你看那一颗啊，你看下面那颗，你看。注意下面的更美，为什么？因为山上面它早吃得到阳光，吃到阳光吗？所以你这棵树啊，年轻人，三个月后像下面那棵这样，啊，下面那棵，你看 ，U， 你讲打 U 七百啊 ，U 七百 U one U one 跟叶多多，叶多多，你看，肥料省不省？是吧？你自己，你爸爸在用我的肥料会省吗？省啊，他讲省过化学肥哦，省过化学肥啊，又不会伤你咯，重要是哦。重点是那个。organic。老板娘，你生这个孩子啊？啊，水晶三柱，什么三柱啊？日本三柱 ，Mesta， 讲过有三四个名称啊。啊，水晶三柱。啊
啊，跟年轻人买。很好料，这个。我的肥料你都会备啊？这样，你的学校的农业不让安哥为别人负责，要不要？不知没有啦，那里只是读书班。你去他学校啊，学校有种菜那种，老师有叫他们种菜啊。OK。啊。你 appointment 一下。啊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没有，没有，等我问老师先啦，看一下怎怎样。安哥威廉巴基不出门不能巴就。啊 ，OK OK。那边啊，免费了，两年。那边很多，那边是马来老师教吗？全部马来师生。啊，对呀、啊，你们寄到小学，我也是给三年的肥料啊。嗯，寄到小学，他中学有种。啊，现在就没有什么种。啊，中学有种。中学老师有教吗？可以喽。啊，好，你去负责。嗯。啊、你去问你的老师，寄到小学啊，那边是买港风的。OK 啊，大家顺便问啊，买安哥威廉的肥咯，在你的学校老师，你跟你哇，你刚才讲茄子有病都会生啊？哦，刚才爸爸是打的，生多啊？可以啦，都供啦，都供啊，嗯 ，OK 啊，大家谢啊，你看安哥威廉走到哪里啊？都有这样多顾客跟粉丝，是吧？OK 啊，拜拜。